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，第六百四十四面，啊，六百四十四面，第三行经文看起。 若草，当属四季；云离众恶，择其善者，勤而行之。爱欲荣华，不可长保；戒当别离，无可乐者。当勤精进，生安乐国，智慧明达。 功德殊胜，我得随心所欲，愧负境界在人后也。这是这一篇最后的一段经文。我们看念、嗯、老的主解啊，末段普全。啊，普遍的劝告大众。 植物从善，求生记录。这个也是佛法跟中国传统文化的不相同的地方啊。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所讲求的，没有离开。 我们这个世界啊，老祖宗教我们，人生一世，一定要做个好人啊！中国人自古以来相信有天神，相信有地神啊，所以民间几千年来。 普遍的几天积、祭祖啊，祭土地神啊，土地神，因为中国自古是以农立国啊，不但靠天吃饭了啊，天时地利啊，我们离不开土地。 啊，所以对于土地非常尊重，啊，也供奉啊土地神，土地庙最普遍了哈、啊，在中国无论在在哪个农村里面都看到土地庙，啊，随着人民的迁徙，啊，像我们中国人到外国了，这个外国土地庙也很多。 啊，都带去了。啊，云海一带，啊，因为所以说靠山吃山呢，靠水吃水啊。啊，拜马祖，其实马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啊，保护、啊、这些渔民，啊，让他们进出啊，这个这个这个捕鱼的时候能得到平安回来。 啊，所以在过去呢，为了生活，不能不捕杀这些动物，但是他还有良心。啊，像捕鱼，大鱼可以，小鱼不可以，啊，它还没长大。啊，不像现在，现在是一网打尽啊，这个是忧伤天河。 啊！上帝爱人之德了，我们疏忽了。啊，春天决定不杀生。为什么？生物刚刚生长的时候，这春生秋长啊，这个夏长啊，田田猎打猎的时候，在秋天，啊，没有春天打猎的。 啊，秋收冬藏啊，啊，所以人的行为一定要符合天道啊。今天讲的，大自然的秩序啊，随顺自然的秩序啊，这个样子，让天时地利人和。 啊，面面的都能够顾到，啊，所以他不出事。啊，中国人一般对佛法不了解总希望将来死了以后能升天。啊，这是第一个期望。 第二个呢，希望来生呢，生活比这一生过得更好。啊，能不能做到？难？啊，在佛法里面是凭无戒，无戒呀，不是人生。啊，这一生是人，来生还在人道，不会躲闪我道。啊，无戒是不杀生，不杀生。 等于传统文化里面讲的人，传统讲五伦、五常。五伦是讲关系，人与人的关系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一家人呐、啊，凡是人皆需爱呀。啊，这是关系讲到了基础啊。那五常。 常是永远不能够失掉的，做人基本的德行。那佛家的不杀生，就是无常里这个讲的人仁爱呀、啊，推己及人，想到我自己、啊，同时一定想到别人。啊，这个意思很重要啊。 啊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自己不希望别人加于我的，我就不可以对待别人。啊！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是爱，父子有亲的亲爱。啊！教育第一个目标。 如何能保持这种亲爱，一生呢不会变质？那这是教育第一个目标。第二个目标呢？希望把这个情爱发扬光大。啊，爱父母，爱祖父母，爱曾祖父母，爱兄弟。啊，爱亲属，这个家族。 爱邻里，这邻居邻里相当啊，爱社会，爱国家，最后推展出去，凡是人皆去爱。所以，他是个爱的教育。啊，自古以来，教育目的不是升官发财。啊，孔子受过良好的教育。 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，他的身份是平民啊，他不是高官厚爵，不是的啊，他的生活很清苦啊，是小康之家，生活能维持不富裕啊。 这都是做出榜样给后人看，啊，生活过只要能过得去，啊，但是精神生活非常充沛呀、啊，啊，中国人把物质生活看得很低，啊，精神生活看得很很重，啊，所以有道德。 有学问啊！用今天讲的说，他有思想啊，是思想家啊，教育家。那么佛法呢？它的范围大，它超越了六道轮回。 啊，超越了天堂地狱啊，因此，在归属这一方面呢，跟中国传统文化不一样了。啊，他讲的是十方诸佛刹土啊，特别重视的是弥陀净土。 为什么设防差足最好？条件很高啊！你没有没有具备这个条件，你去不了啊！极乐世界条件不高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人人都可以去啊，人人都可以成就。 啊，所以有这样殊胜的方便法门，啊，祝福、推荐、祝福、赞叹，啊，都劝我们能够求生净土。啊，求生净土的目的何在呢？是去上学。 啊，实际上来说，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净土，啊，净土到底是个什么性质？它是学校，它不是一个国家。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国王，没有上帝。啊，看了世尊许许多多这些介绍。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：极乐世界是学校，阿弥陀佛是校长。啊，这个校长还天天上课。啊，受方世界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，也常常到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。啊，就好比是教授。 讲师这种身份到极乐世界，受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些人有菩萨，有声闻，有天人，也有我们人道，乃至于畜生道。啊，畜生恶鬼地狱都有往生啊，这些人往生到极乐世界。 是凡圣同居土，啊，阿罗汉辟支佛这一类的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方便有余土，啊，真正是明心见性的菩萨，生十报庄严土，啊，那么生一般祝福如来的十报庄严土，必须是明心见性。 有这个条件才能往生，啊！西方世界不需要，只要具足身心切愿，啊！老实念佛了，几乎没有一个不往生，啊！这是极乐世界的书生呐，所以这一边首先劝我们要断恶修善，啊！ 直握从善呢，就是断恶修善，求生极乐啊！这真正是就近圆满。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啊！若曹，这是古时候的话。 啊，现在呢，就叫你们，我们也叫你们，啊，你们这些人，啊，古时候热草，啊，现在是你们，啊，如等，熟思熟记呀、啊，啊，认真去思考啊，好好的去计划一下。 啊，这个就是常讲的生死书籍。啊，多想想，你想清楚、想明白了，极乐世界正好。啊，我们到极乐世界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是移民啊。啊，我们移民到极乐世界，到那里去学习。啊，毕业之后。 毕业就成佛了，再回来，回来教学，啊，就是道家慈航啊，在这边成佛太难了，啊，没有好的老师，没有好的修学环境，啊，你看我们最近的遇到了有几个非常优秀的小朋友。 啊，七八岁啊，讲中国传统的典籍，有不少都能背诵的。啊，家长都希望啊，培养他将来从事于传统文化。 可是现在到了上学的年龄，不能不上学、啊。那一上学，当然受学校环境的影响，他就不能专门学传统文化了。啊，那么在我们先前环境里头，又没有私塾，啊，又没有这种学校，所以就非常困难来找我，我也没有办法。 啊，家长的想法是好啊，希望小孩一直学传统文化。啊，如果在过去念私塾，那是没问题。啊，老师可以能够带你十年、二十年，啊，一直到你学业成就。啊，今天难了。啊，你不能不上学校。 上学教的时候困难，小孩嘛，同学多了就染上不好的习气啊，对你自己的进修要打很大的折扣啊。用佛法来说，真正是圣贤再来的，说再来人，不怕，他能守得住。 那不是再来的人不行啊，肯定被污染了啊！你小时候这两三年所学的，保不住啊！啊，自己教，要加倍的辛苦啊！ 顾虑的学校课程，又要焦虑的，也要教给他传统东西，啊，这些典籍，啊，所以现在很辛苦，啊，辛苦也要教，不能不教。啊，那教给教到我们深思熟记，重点在哪里呢？就底下这两句。 爱欲荣华不可长保啊！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呀！这四句要多想啊！啊，爱与荣华人之所好啊！要晓得这是保不住的。 啊，是非常短暂的受用，一定啊，要把它看破。啊，真正看破之后，深入经藏。古大德有一句话说：“世味哪有法味浓啊？” 爱欲荣华是侍味，这世间的滋味，比不上发味，但是发味，一般人不容易尝到，啊，特别是这个时代，啊，为什么？ 法味是真的，世味是假的。你要想学真的，得用真心。那现在人没有真心，全是假的，虚情假意呀、啊，不是真心呐、啊。那真心是什么样子？印光大师常说：沉静。 真诚、恭敬，这个态度现在没有啊！真诚、恭敬呢，必须要从小去培养啊！现在从小疏忽了，父母都要工作，没人教他。 啊，祖父母照顾，祖父母溺爱，啊，喜欢孙子，疼孙子，一切都随随他，那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所以现在现在的小朋友，影响他最大的是什么？电视啊，这个电动玩具啊，这个东西影响太大了。 那、啊、这不是个好东西，啊！所以，把他那一点天真呐、啊，那一点真诚呐、啊，在电视、玩具里头消失掉了。啊，他不知道孝顺父母，不知道尊重长辈。 不知道友爱兄弟，这是人们最基本的要求。啊，他做不到啊，啊，所以没有诚信心,心。啊，长大之后啊更如此，他已经养成习惯了。 啊，表现在外面是浮躁，啊，内心没有沉静啊，就心浮气躁啊，这这种心态，求圣贤的学问是很大的障碍。 啊，孔子来教你也没办法，啊，那学经教更困难了。佛菩萨来教你，都教不好，为什么？你不能吸收，沉浸心能吸收。啊，印度讲的好，一分沉浸，你能吸收一分；十分沉静啊，你能吸收十分。 那现在有几分成精呢？几乎没有啊！啊，没有成精性，在古时候，老师不教你，你随着旁听可以，啊，老师不会教你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不能接受，不是老师不慈悲。 这是一些我们谈到传统文化的复兴，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关节，很不容易突破。啊，学佛问题也在此地。啊，心浮气躁。 对于爱与荣华，他认为这是乐事啊，好事啊。他天天在追求，他天天在享受，他怎么肯放弃？啊，虽然古圣先贤的典籍都这么说。 啊，像我地下慧书讲的，“荣华不可保啊，会者定离散、啊；爱欲不可长啊，甚者必衰故啊，颠倒忘乐无可故无可乐。”啊，纵然他知道这回事情。 他也不是不会放弃，有一天享受，他得好好享受一天。啊，明天明天还没到，还没想到。啊，这这非常难，要人家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了荣华富贵，这个在今天比什么都困难。 啊！如果真正放下了，他尝到乏味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那真的明白，乏味超过食味，啊！乏味里头有真乐，与心得相应。啊，世间法与烦恼相应。 啊，与不善的心行相应。啊，那法乐不是如此，法乐确实，啊，与心得相应。啊，这是圣者之路，应当去追求的。佛在这里讲的好。 啊，如根道也如是啊！啊，荣华保不住，时间很短。啊，世间，荣华富贵之极，无过于帝王。啊，我们看看历史历代的帝王。 啊，他们能享受多少年呢？享受二十年的就不多。啊，你看他在位多少年？啊，少的两三年。啊，他寿命到了。 啊，多的也不过是二三十年，很难得了。啊，五六十年在位，再为五六十年的不多，很稀少。啊，清朝康熙不错，那福报是真大，做六十年皇帝。可是雍正只有十三年。 啊，乾隆也做了六十年，啊，往后时间就不长了，二三十年，十几年。啊，像康熙，像乾隆，真正是太少了。啊，乾隆自称为古稀天子。 啊，自古以来稀有的，真是稀有。啊，他活到八十多岁，啊，寿命到了，再一转世，福报享尽了，福享尽了，一转世的时候，那个不善的业报就现了。 啊，到哪里去？没有多大的过失。一般，人道、畜生道，啊，能够到天道的很少。啊，这些只有真真学佛的人，他知道。 啊，真正入佛境界。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表演的是一个真正超脱的人的生活。啊，他自在、安乐，啊，经上前面给我们讲的四个字标准：静、定、安、乐，释迦牟尼佛全有了。 跟释迦牟尼佛学的这些弟子，个个也都得到，啊，静定安乐是真乐、啊，啊，比荣华富贵高的太多了。为什么？他这个享受，他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牵挂。 啊，自在无碍呀、啊！啊，这世间法里头啊，找不到的。啊，这个静定安乐可以长保，永远不衰，越修越快乐。啊，境界。 不断的向上提升，它不一样啊！所以趁世间呢，叫颠倒网络。盆底千叶，一切世人以欲为乐，这个欲是财色名食睡，叫五欲。 以这个为乐，不知是苦啊！这五样东西不是真路，能够有节知，可以得他的路，不受他的苦。如果不节知的话，贪而无厌，五种都是害啊！确确实实。 会把你的寿命呢减损了啊！极其纵欲享受，你付出的代价是寿命。你有八十年的寿命，可能六十年就享完了啊，六十岁死了。 你付出了二十年的寿命的代价，不值得了。啊，还有更早的，四十几岁就走了，啊，三四十就走了，啊，他那个享受不过十几年而已。啊，所以智者观之啊。 唯苦无乐，啊！真正有智慧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的人，他看到了，啊，没有路。所以这，以有为乐，无即是苦。啊，是有为的路。佛法讲的是无为之路。 心灵安乐是无为的，这是有为的，有所作为啊！每天歌舞啊，有宴乐啊，但是如果没有了，没有，他就觉得很很痛苦啊！所以这种乐是刺激、啊，不知。 有者无所因故啊！啊，你所有者无所因呢？以德为乐呢，实际是苦。不知德者，世俗应也。 上面的无所因跟此地实所因是一个意思。你把你那个落地因失掉了，你就感觉到很苦。啊，得到财富是乐，啊，财富丢掉了，你就觉得苦。啊，水佛他是无为的，他不要财富。 他每天生活很简单，出去徒步啊，三一一波，这个意识方面他永远没有苦啊，他真的是快乐自在啊，知足常乐啊。大概世间法主要的那个痛苦啊，就来自不知足。 所以，欲海难填的啊,啊，那个欲望像大海一样，永远填不满。换一句话说，永远是觉得不够啊，永远痛苦，不如知足常乐啊，知足就是无为之路。 这以聚为乐呢，散即是苦；不知聚者，善所因故啊。有聚就会有散。以生为乐呢，呃，灭即是苦；不知生者，灭所因也。 改为众生所乐，正是苦因啊！所以是乐极生悲也，乐极苦，悲生生悲。啊，落也失掉了，也感觉到苦。 啊，所以说，众生所乐的正是苦因。佛家讲什么坏苦？啊，你所乐的坏了，产生变化了，你的苦就来了。所以，从之苦因必生苦果。故人无可乐者，这做了一个总结。 啊，事发里头无可乐。啊，总的来说，事发里头有生死，有生老病死，在八苦里头，这四种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避免的。啊，其他的四种也不例外。 啊，爱别离苦，怨憎会苦，求不得苦。后头有个无因之生苦，无因说烦恼太多了，无因之生就是烦恼太多啊，妄念太多啊。啊，佛给我们讲了八种苦啊，叫霸苦交接呢。 啊，一定要求悟啊！离开这八种苦，那就叫路啊。所以，诸佛菩萨就悟了，这些东西全失掉了啊。那么，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八种全没有。 所以叫极乐啊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去化身，他不是泰深。泰深有苦啊。极乐世界的人不老，寿命很长啊，无量寿啊，他不老啊，他不生病啊。 那、啊、他永远不死啊！啊，我们从经本里面得到的信息，我们生到极乐世界，寿命是有量的无量。啊，你到极乐世界，有量的无量，在西方极乐世界正果了。 成佛了，从有量的无量又变成了无量的无量，真的无量了。啊，每一个到极乐世界人决定成佛，成佛就变成无量的，真的无量寿了。啊，所以西方世界说他无量寿啊，不是假的。 啊，古大德有说，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是有量的无量，啊，包括阿弥陀佛，啊，但是我们清楚，有量会变成无量，啊，为什么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放下了。 就变成无量的无量了，啊！所以凡圣同居土，烦恼习气没断，有量的无量；方便有余土也佛如是，也是有量的无量。啊！十报庄严土是无量的无无量了，真的无量。 这个，这些理事啊，我们都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对极乐世界就会认真考虑。我要去，我一定要去。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，啊，继续劝精进，求生安乐国，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。 啊，这个世界名副其实，确确实实平安快乐啊！德深比国，借习智慧明达，功德殊胜啊！如果有人要问。 你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去？我们最简单，也最人家也最容易听懂的。我到极乐世界去为两桩事情：，第一个，我要求圆满的智慧；，第二个，我要求究竟的福报。啊，到极乐世界不是为别的，是为福报而去的，为智慧而去的。 啊，肯定在那个地方，这两样两桩事情得到圆满，圆满就成佛。啊，所以，我们皈依佛的时候常念的、啊，皈依佛二足尊。这二是什么呢？就是智慧跟福德，就这两种。啊，足是什么？足就是圆满，没有一点点欠缺。 这年种圆满了啊！我们在这个世界没有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了。啊，为这个去的，明者明了，达者通达了，啊，智慧明达了，啊，明了通达，静音所云。 智慧明达，得智身故，啊，智慧殊胜，啊，究竟圆满的智慧。功德殊胜呢，那得福殊胜，福慧双修啊，啊，智福并身，超身。 啊！一切声闻、缘学，诸天都不能跟他相比。啊！故劝世人精勤求生呐、啊！啊，世间求不到的，到极乐世界全都得到了。啊，并借之曰。 啊！只告诫：勿得随心所欲，亏负境界，在人后也。啊，千万不能够随顺自己的欲望。啊，疏忽了境界。 什么叫收获呢？也学啊，啊，也听呢、啊，但是没有认真去做。啊，那我们要问，为什么听了、学了做不到？啊，那就是你没有能力呀、啊，降服烦恼习气，啊，烦恼习气。 贪嗔痴慢疑，你降服不了他；怨恨恼怒烦，你控制不了他。啊，他常常会发作。常常起现现。于是，你每一天生活在烦恼习气当中啊。 圣教虽好啊，圣教的利益了，你体会不到，你享受不到啊，所以，虽学佛，你落在后面了啊，别人得到了，你没有得到啊，亏却也。 富者欠也，少了不够啊。金之金教，戒之戒心啊，叫亏负金戒。此处特权持戒，一戒乃万善之基啊。 啊，学佛，绝大多数都把戒看清了啊，都认为戒没有必要啊。释迦牟尼佛讲的戒，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常常这样想法，全想错了。 啊，认为这是三千年前古印度社会生活规范。从时间上来讲，三千年前我们，今天是三千年后，我们能用它的吗？从空间来说，那是印度，这是中国。 啊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，有我们自己的规范。啊，我们的这些规范还随着时代在增进。啊，我们讲修订呢、啊，你像法律啊，国家立法。 过个几年十几年，觉得不是用了，啊，宪法都可以修订了，啊，由于这种想法，对戒律就不尊重，爱好经典里面所说的道理，他说的好，啊，我们学这些东西。 那就是什么？佛经变成哲学了，啊，喜欢这些东西了，变成学术了，贬值了，啊，所学的佛经知识不是智慧啊，诸位要知道，智慧。 是从清净心里面流出来自信的啊,啊，从分别执着的心里面流不出智慧啊。那我们是道道地地用的是分别执着心，那哪来的智慧？ 啊，每其名可以说一句：“我们这是世间的小聪明。”啊，这个有，这个、对的，没错。啊，世间聪明才智啊，不是智慧呀、啊。智慧从清净心、平等心里面生出来的。啊，清净心生出来的小乘智慧。 平等心生出来是大乘智慧啊！我们的心不清净，有妄想、分别执着。啊，阿罗汉有本事，他能把执着放下，于世俗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。 所以他才生一点小智慧。啊，菩萨不但执着放下了，分别也放下了，所以菩萨的智慧高过阿罗汉。 啊，真正做到不欺心不动念，这才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这个时候，智慧、福德都圆满的现了。啊，怎么圆满呢？自信里都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。的。 啊，要知道外面没有智慧，外面也没有真正的福德。啊，只有自信里头才真有啊！啊，大乘佛教教导我们，放下便是。 那佛所以佛在这里特别的劝我们要吃鸡这个戒怎么吃法？我学佛学了十几年，才真正体会到这个戒的重要。 没有界的根基，就像盖大楼一样，你盖个毛棚没问题，你盖大楼肯定盖不成。啊，为什么没地基？啊，念佛说老实话不能往生，这个要知道啊。 念佛法门得生净土，还是戒为基础啊？啊，我们展开经卷，经常称呼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啊，那我们问自己，善不善？啊，善的标准就是无戒是善。 如果无界十善没做到，佛经上教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你没份呐。你不是的，无界十善通通做到了，你是真正的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啊，这才是具备往生的条件，凡身同居图。 那么今天为什么五界十善做到？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，释迦牟尼佛教界学生说：“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”这个话说的很重啊。 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佛教导学生，不可以躐等，循序渐进。啊，像现在读书一样，一定是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啊，不能躐等。于是。 佛法是四道，我们明白了。释迦牟尼佛老师啊，四道一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人要不孝父母，怎么会尊重老师？”啊，小城里面。 讲伦理，讲道德啊，那是扎根教育。我们中国孤身先行，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对于小陈，经教啊，非常重视。 啊，隋唐时代，小乘有两个宗派：陈师宗、居士宗。那学佛都要从这个地方开始，奠定基础，然后再学大乘，啊，提升的学大乘。所以小乘的经论翻译的很。 圆满了啊！我们大藏经里面《小乘经》叫《四阿含》啊，《四阿含经》跟南传巴利文的藏经去对比啊，南传的这个藏经比我们小乘经。 只多大概五十多种，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，总共有三千多部啊，只多五十几部啊，你就晓得我们翻译是多么远、完整了啊,啊！可是唐朝中叶之后。 我们中国，这祖师大的提倡的，无论在家出家不学了，这是两个宗派。到宋朝没有了，我们是不是违背了世尊的教诲呢？世尊讲的很好，很清楚啊，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啊，我们祖师现在不学小乘。 啊，止学大成啊，并没有忘记世尊的教诲啊，而中国佛教是用如根道代替小乘。这一千三百多年来。 佛教在中国，高僧、高士、出家是高僧，在家是高士、居士，人才辈出啊，成绩非常可观，祖师大德没有做错。 啊，所以用儒家、用道家来奠定基础，代替小乘。啊，有这么好的成就，真的应该是一千三百年前啊，中国儒释道的关系。 就非常密切了。表面上有如,如是道，实际上呢，如是道已经圆融了啊！因为儒他读佛经，他也学到。啊，儒道的经典他都学。 啊，道呢，他也学儒，也学佛；那佛呢，一学儒，也学道。所以里面呢，它就融成一体了。啊，这个事实我们要清楚。啊，所以。 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了一体，三教九流，这三教是儒释道，啊，三教九流，九流啊，变成一家了，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，啊，它是三教九流混合一体。 啊，那么到最近这一百五十年，中国的国力衰了啊，外国人以战争为手段，中国打了几次败仗，签订不平等条约。 强迫我们接受他们的文化啊，我们受了这个影响，很不幸的，自己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啊，民族的自信心丧失了，什么都是外国人好。 啊，中国不如人，自己承认的。所以这一百五十年，我们衰了，衰到今天的传统文化几乎灭亡了。现在变成中不中，西不西。 啊，问题出来了，社会动乱了，啊，居住的环境许多灾变，啊，也很难得。现在慢慢觉悟了，慢慢醒过来了，啊，要解决当前的问题。 啊，西方这个文化解决不了，他解决他自己本身也解决不了，就外国人要学中国东西，学印度东西，啊，现在非常认真去学习去找，啊，他能不能找到？能找到？是不是真找到了？没有，为什么？ 没有真诚恭敬心啊，典籍他找到了，他不能契入啊，也就是《开经记》上所讲的，愿结如来真实意义。他们虽然得到了，他不解如来真实意义。 啊，好在最近这三十年，啊，科学家研究的这个成绩很好。我们看到这些研究报告，啊，里面有不少跟大乘佛法、跟中国传统的文化。 逐渐的融成一体了，这是好现象。啊，这个现象帮助外国人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异，啊，增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。 有很大的帮助啊！那对于我们来讲呢，也有很大的帮助啊！我们对老祖宗更有信心了，对佛菩萨再不怀疑了啊！金罗世界有没有真有？ 啊，明心见性有没有真有？啊，佛经上讲的阿赖耶，阿赖耶是宇宙的缘起，啊，万物的缘起，啊，是佛法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啊，他给我们解释。 宇宙怎么来的？我怎么来的？我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用火？这是哲学跟科学里头的大问题啊！啊，《大成经论》跟我们讲的很详细啊。 虽然讲的很详细，我们看了还是疑惑。啊，为什么他说的跟我们的常识完全不一样？啊，那么现在经过科学的证明，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啊，我们回过头，重新再去研究这些大天经论，逐渐明白了，明白才能得受用啊！啊，知道是一回什么事情啊！我们这一生完全生活在错误之中，这错误叫造业。 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，啊！我从哪里来的？这是根本问题。这个问题了解了，宇宙怎么来的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！大乘教里佛是这么说的：一念不求。二有无名。 啊，这个无名呢，称它做无时无名。这些名称含的意思就很深了：意念不绝，没有原因；意念不绝，没有时间，所以叫无时。 啊，《大乘经教》上有解释，“无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下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在这着当下了。啊，这一念不觉，出现了一个无名的现象。 本来自信是明，明达了。这经商常讲啊，啊，明了通达了。这无名说不明了了，不通了，就发生障碍了。啊，这个东西叫什么？佛教的名词叫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里面产生的现象。 现在科学家讲的这个现象，能量、自然现象、信息、心理现象、物质，这三种现象，这三种现象的变化产生了宇宙。啊，这个变化是自然变化，不是人为的，没有人设计。 啊，没有人去建造。啊，怎么来的呢？意念变现出来，这都很难懂啊。佛在经上讲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想就是意念。啊，你的念头变出来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念头真能变吗？能变。 啊，日本江本博士在琵琶湖做的这个水实验，这个实验做成功了，说明我们的意念真的能改变山河大地。啊，日本的琵琶湖是非常大的一个湖泊，像海一样，面积很大。 啊，有一个海湾，海湾里面水是死水，就是不流通，死水。啊，二十多年来、嗯，脏、乱、气味很难闻。啊，江本博士就用这个地方来做实验，看看我们的意念能不能改变它。他找了三百五十个人。 前那个老和尚，他不信宗教啊，啊，他是科学家了，啊，他来实验，啊，让这三百五十个人在老和尚带领之下，啊，实验是一个小时，这一个小时大家通通把妄念放下，什么都别想，啊，只想一桩事，共同来想一桩事。 湖水干净了，哎，就想这么一桩事情，啊，口里念湖水干净了，心里想湖水干净了，啊，心跟口一致，啊，再加一个我爱你，啊，念一个小时，三天之后，这个湖水真的干净了，啊，脏乱现象。 没有了，这湖水风平浪静，那个难闻的气味也,也没有了，真成功了！啊，日本的媒体都报道这桩事情，啊，认为是奇迹。你看，三百五十人把一切妄念放下，单想的一桩事情，这就是佛经上所说的。 志心一处，无私不办，啊，让湖水清净了，湖水真干净了，啊，干净了多久呢？啊，江本博士告诉我，半年，半年之后啊，他又变成老样子了，啊，所以。 这种意念呢，就像祈祷一样嘛，管用、有效，治标不治本。啊，怎样才治本呢？记住，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的：“一切法从心想生。”如果我们心地清净。 我们心里头没有杂念，啊，没有这些不善的念头，他这个湖水就永远清净，啊，就不会再贬值，啊，这是用教学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从开悟那一天开始，一直到圆寂，四十九年，天天讲经教学。 讲经教学治本呐！啊，人心地善良，这个善良就是无戒食善，无戒食善要做到了，你的身心健康，你不会生病啊！啊，虽然衰老，会衰老的很慢。 哎，不容易衰老。那为什么你正常？那人为什么会老化了呢？心理的问题，心理不健康了。啊，年岁大了，退休了，觉得自己老了，这种念头一生，老化就非常快。啊，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。 诸位，如果细心去观察，你能看到，啊，我们的朋友、同学，在工作的时候很得意啊，没有想到老啊，这一退休了，没事干了，啊，在家养老退休了，他忽然觉得老了，两年没见面，一碰到，好像突然老了二十岁，怎么会这么快呀？念头一年。 啊，老了怎么样啊？老了就想病，他想病，他真的生病了。这不是一切发心生心想什么？啊，我这些老朋友碰到我，他说：“你身体不错啊，啊，你怎么保养的？”我没想过老，我也没想过生病。 啊！我心里只想阿弥陀佛，只想大成无量寿经。阿弥陀佛不老，无量寿经不生病。你怎么想法嘛？佛讲的这个原理原则太重要了，我们要记住啊！一切法从心想生呐。你心地不善，一切不善的果就现心地善良，心地清净。 啊，清净善良的果报就显现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学了的管用啊，啊，用在我们身心上，用在我们生活上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。那么将本博士的实验，既然能够叫琵琶湖的水从脏乱恢复到干净，不要用任何人工。 啊，去清洁、去打理，不需要。啊，用意念就把它摆平了。那么，今天我们看到地球许许多多灾难，用意念能不能摆平？肯定能摆平。啊，关键呢，你得相信才行啊！你不相信意念能改变物质环境。 你也不相信，那这个效果就达不到。佛这么教我们难得。现代物理学家也是这样教我们。我们把佛法跟科学一结合，这种疑惑大幅度的减轻了，这好事情。 相信科学，相信三千年前佛所说的啊，我们真正能够放下万缘啊，就像美国科学家布莱登所说的啊，他说明年灾难严重啊，古老的。 玛雅灾难预言啊！去年八月，这些科学家在悉尼开了个会，讨论这个问题啊。到底明年银河对齐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 啊，就是银河的中心，太阳跟地球排成一条直线。啊，这是天文现象，啊，明年决定是有，啊，天文学家都计算出来，对地球究竟有什么影响？有两派，两派势均力敌，啊，等于说一半一半，百分之五十。 认为玛雅灾难预言是真的啊，另外一半呢，他否定啊，认为玛雅语言不可靠啊，影响是肯定有啊，不会像他那样说的那么严重的影响。 啊，美国布莱登先生他就说：“啊，化解二零一二玛雅灾难预言可以做得到。”他呼吁地球上的居民啊，我们应当改过自新。 啊，他说了三句话：，第一个，弃恶扬善，就是我们佛法讲的断恶修善；，啊，第二，改邪归正；，第三，端正信念。这个端正信念，就是我们要决定遵守五戒十善。 啊，那中国的话来讲呢，一定要把无常、仁义礼智信，啊，八德、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，把它找回来。啊，我们依照这个标准重新做人，就是不但呢灾难可以化解，还能把地球带到更好的走向。 这个说法跟我们老祖宗的说法一样，跟佛经说法的一样，值得赞叹的、啊。啊，所以我们明了啊，只要心善，身心健康，啊，家庭幸福，社会和睦。 啊，居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纵然灾难不能完全化解，大幅度的减轻。啊，科学家的预测，明年这个银河对齐的灾难，啊，最轻，应该是影响我们。 通信的这一方面，啊，电磁波会受影响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人造卫星现在的太空人很多，这些卫星可能全部都失效了。啊，那这对我们的影响呢？对通信产生影响。 啊，对飞机的航行，甚至轮船在海里的航航行啊，会受影响。啊，磁极要改变，那指南针就不准了，不准确了。啊，这种影响是可能的，引发大的地震、海啸。 有人说不太可能啊，这都是提供我们做参考的啊。啊那我们学佛的人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这种事情？ 我们懂得布莱登所说的三句话，跟佛经完全相应。啊，断我修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。我们的端正心念是老实念佛，啊，真正去念佛。啊，现在我们明了佛法里头大善。 至善，究竟圆满的善是什么？是阿弥陀佛啊！我们能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，就像中风禅师在《三十心念》里面所教导我们。 我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。这一个换掉的，这心里都不要想别的，只想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统统放下，就成功了。啊，再加上我们现在提倡的落实《弟子规》。 落实感应篇，落实十善业道。出家，我们在落实沙弥利益。认真去学习。啊，一，无量寿经，一，这一句六字红名，灾难真的能化解。 啊！现在在世界上，敬宗同学这么多。啊，我们像兄弟姐妹一样。啊，大家都能守住这个目标，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行为上面决定落实《弟子规》，《感应篇》十三义，三昧六啊，老老实实这样去做。 我们身心健康，纵然有灾难，对我们没有影响。我们居住的地方不能完全化解灾难，也会大幅度减轻灾难。自利利他了，功德不可思议啊,啊！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。 那、啊、这一篇经文里面的教诲啊，最重要的，我们要把欲望降低，不要做欲望的奴隶啊，真正彻底断我，修身 师尊在此地，特别劝导我们：直接，佛在经上常说，皆为无上菩提的根本呐、啊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是求无上菩提啊！世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本啊！我们的真感呐！啊，经教不能不学，为什么？理论的依据，我们没有开悟，不能离开金教。 经教只学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够了，啊，经是汇集本，注解也是汇集本，啊，经是五种云一本的汇集本，啊，而注解呢是许多经论跟祖师大德的著书，啊，从这个方汇集而成的。 啊，所以这部经是大乘经的精华啊！学这一样，宗门、教下、大臣、小臣、贤教、密教，全在其中，一样都不缺。啊，这个本子是宝中之宝。 啊，经典成为法宝啊！法宝当中第一法宝，我们要有这个认知啊！啊，要真正的相信啊！啊，什么叫真相信？你真做就相信啊，你没有做到，不是真心。啊，这是造孽。 我受戒的时候，李老师教戒我啊，受完戒之后，他说你要真信佛。啊，我们听了感到很奇怪。啊，我出家两年才受戒。啊，而且这两年教佛学院。 啊，在外面讲经，啊，怎么能说不信呢？啊，老师告诉我一个呢新的标准，从这个标准上来看呢，我们信是相信的，不够啊，啊，还有怀疑，还有。 做不到的，啊，那就这是不行。啊，真正相信，没有怀疑了，彻底做到了，这可不是容易事情。啊，所以这些年来，我自己觉得很安慰的，我的信心年年在增长。 没有后退，啊，年年在增长，啊，我的疑惑年年减少，不能说没有，啊，一年比一年少，啊，学习经教得到了法喜充满，啊，这些。 是好现象啊！一般人来讲呢，这有进步啊，啊，没退转了，啊,啊，现在年岁大了，体力不如从前，啊，时间，我相信也不是很长，所以。 我把全副的精力都用在念佛上，都用在这一部经上。啊，晚年其他的不讲了，专讲这一部经。啊，还有同学问，《华严经》要不要讲？啊，这一问呢？ 也难倒了我，啊！华严怎么办？有高人建议我，啊，华严不必细讲，《无量寿经》要细讲，华严不必细讲。 啊，华严只是讲大意，点到为止。当然，点到为止，那真正听得懂的人就不多了。要有相当的根基。啊，华严不是给初学人讲。 啊，取重点，重点标准是什么？标准是，对现代社会、现前生活完全能用得上的，能帮助我们信节。 无量寿经，以这个为目标啊，这个设想啊非常之好。那这样讲法呢，这一部化验机应该三年可以圆满啊，不要用很长的时间的啊，这倒是个好办法啊，细数无量寿。 细说净土啊，希望每一个同学，每一个念佛人，都能够往生净土啊。这是那这跟经常讲的就不一样了。到极乐世界，我们永远在一起啊，不至于分散找不到了。 如果在六道里面呢，生死离别之后，以后很难碰到，碰到也不认识。啊，极乐世界可以，啊，永远在一起，啊，每个人都认识，啊，这这是好事情。 经文里面讲的“物得随心”，属于亏负境界在人后也啊！物得随心，涅盘经神，常为心死，不为私心。”啊，啊、这两句话怎么说法呢？黄念老有解释，该私心自用啊。 奈行人大使，古时候读书人就怕犯这个错误啊，私心自由。孔子也说，也说过。 啊，患为人师啊！孔子自己非常谦虚啊，树而不足，信而好古，哪里敢成为称人家老师？不敢。 啊，所以老师对学生，他什么态度、啊？叫友善，有是朋友。啊，我们志同道合，在一起研究学术。啊，不敢讲指导啊。现在的话说，我们分享。啊，都用平等的。 预期，但是学生对老师一定尊重，啊，尊师重道。为什么尊师是重道啊？啊，而且也是表法，给一般大众做最好的榜样。啊，老师也要做最好的榜样。老师谦虚，啊，你看看孔子对人多谦虚。 释迦待人多谦虚，没有一丝毫傲慢提及。啊，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。啊，因此忘心呢，正是生死根本。啊，常为心思，不为私心。这个心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 真心不会有这个念头，啊，真正圣人他没有这个念头，啊，妄心是生死根本，所以思此妄心呢、啊，恰是认贼作子，诛杀做饭，何能得失？这是《楞严经》上所说。的。 先生，王先生有念头，就是有分别，有执着。那现在我讲我的看法，我的想法，你看看没忘记我呵呵，我就是希望的啊！我没有了真知真见，就出现了。 啊，只要有个我在，麻烦就大了。这也是佛法跟世法不相同的地方。啊，佛法一入门，就把身见放下了。 身见放下了，那个最隐秘的后面有我见，我见没放下，身见是是相，啊，四相里面的我相，我相放下了，那个我见是什么呢？我见是摩那时的。 啊，那是一根了、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前后两半部啊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前半部放下思想，后半部放下世界。那你就晓得，《金刚经》后半部啊，转八十成四指。那是什么境界？法身菩萨啊，华严初住以上。 四十位也未发生大事啊！啊，前面小城粗口就有了，刚刚破四下。啊，往后越破越显著啊，粗口不再执着这个神生活，身见破了，同时也不执着人相。 啊，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全部执着了，叫破思想。啊，这个功夫前身差别很大。啊，如果还有我见，那就是认贼、无子，为此楞严经上所说,说错了。啊，何况随心任性。 妄作非为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这世间人现象，啊，《四十二章经》曰：“圣勿性如意，如意不可信，与此同之。”跟这个意思完全一样。啊，能不能相信我所想的、我所见的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 大乘教里面，佛说的很清楚：有念就是妄念；真念无念呐，连无念也没有，有无两边都没有，这才叫真念。 苦乐两边都没有，才叫极乐。为什么呢？那是现的现前了啊，没有落在意识里头啊。只要有细微的执着，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 啊，还有细微,微的分别，就不是菩萨了。啊，这个道理、啊、总要晓得。那我们想回到我们的先前的这个位置，我们怎么修？ 跟你说真话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到底。啊，当我忘掉，不要想到我，就是阿弥陀佛，念久了，我执自然没有了。这个好啊，我只要是念掉了。 你往生极乐世界不是神通具土啊，他生方便有余土，品位大幅度的提升了。啊，什么时候念佛念到我没有了？啊，我空了，人空了，念到这个境界了。 这是方便于有余土得四一心不乱啊，凡圣同居土里面得一心不乱，那是功夫成品，这个很容易得到，人人都可以得到，得到功夫成片，往生自在了，往生有把握。 想什么时候走，真去得了啊？念头一动，阿弥陀佛真来见你啊！因为什么？你没有杂念，你起心动念跟六道、三善道、三恶道都不相应，你的念头全是阿弥陀佛，这比什么都要紧，而且我们都能做到的。 啊，做不到的不谈。啊，我们要一定要能做到的，这才行。啊，幕后这一句，在人后也就落后于他人。他人是什么？念佛往生的人，包括那一些生到边地的人。 那我们都不如他啊,啊！升到边地，说老实话，也就升到极乐世界了啊！不过是去的时候要耽误一段时间，不能见佛，不能忘法啊！这个后面会详细说明为什么会有这现象啊！我们能把这些毛病改掉。 真正一心念佛，不怀疑，就不会有这种现象。啊，要相信佛有圆满的智慧，相信自己决定得胜，你就不会生变的。 啊，那我们能把这部经参透了，上辈往生呢，有可能呢、啊，不是没有可能呢、啊。善道大师的话说的不错，四土三杯九品，总在语言不同，我们的语言非常殊胜。 啊，这种殊胜的缘分，的时候，我们要感恩夏老跟黄年老啊，这个缘是他们给我们的啊，他们一生的精血就在这个本子里头啊，以这个本子给我们做增上缘啊，说恭敬一点，以这个本子加持我们。 啊，我们要感恩，认真学习。今天时间到了。